欢迎收看《电玩宅兔配》，我是六六。买游戏周边的时候，你是喜欢立即摆放的 PVC 公仔，还是更重视组装过程的钢普拉呢？如果你是更喜欢自己组装模型的话，现在有一款专属钢普拉的手游就要上市喽，快要可以随时随地的组装模型啦！喜欢钢弹系列的朋友，是不是多少也对模型的组装有点兴趣呢？甚至有些人对于钢弹的动画与故事不太熟悉，却依然热衷于钢普拉的组装，深深沉迷在机构与零件的巧妙设计，且乐此不疲。钢弹创坏者就是针对此一兴趣而产生的系列作品，玩家们将在游戏中收集组装零件，打造出属于自己的钢普拉进行战斗，性能的好坏当然就取决于各部位的等级优劣。此一系列先前曾在家机与主机上发行，现在也即将推出手游版本咯。不过这种本来就需要收集零件的游戏，移植到手机上之后，恐怕这个坑的深度大家要先做好心理准备咯。 Gundam Battle Gunpla Warfare